哦，G G Bot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t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t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嘿嘿嘿，不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加速吧，灰姑娘，下。前面就是灰姑娘的家了。啊，不是吧？看上去很富有哦。他来帮我还差不多。灰姑娘的妈妈去世以后，她爸爸找了一个新妈妈。这个新妈妈还带来了两个姐姐。这两个姐姐心肠非常不好，还把灰姑娘当成佣人，所有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的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好了，他们家里人都很凶的，我想找灰姑娘玩都不让我进门，你有办法进去吗？当然有了。你好重啊。姐姐，我马上擦干净，我马上擦干净。闭眼！你，哎呦，你没长眼睛啊？你不知道这个杯子很贵吗？笨手笨脚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会小心的。不准解释，反正都是你的错。哼。邀请我参加今天晚上的舞会，我一定会成为王子妃的。哦，我太高兴了，太开心了。我也想去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干活。哎呀，好恐怖！我顶不住了。你们是？我
是来帮你的神。哎，可怜的孩子。灰姐姐，我是菲菲啊。你参加舞会的事情就包在我们身上吧。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。灰姐姐，你的脚和我一样大，鞋子就穿我的吧。我这儿正好有双漂亮的水晶鞋。衣服嘛，我就给你借一套。吱吱蹦，马车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哎呀 ，Yes, madam 、哎呀，怎么这么慢呢？紧急通知，紧急通知，由于参加舞会的人数太多，在太阳落山以后到达的人不能进入参加舞会。我有办法。哎，超级拼装。为了顾客的利益，我赵仁强可以不择手段，还可以六亲不认。哦，吉吉波，他不是上太空了吗？啊，是灰姑娘！我天哪，她怎么这么漂亮啊？赵仁强，你这个卑鄙的家伙，差点把我摔死！切，卑鄙又怎么样？都怪你自己笨。我猪猪侠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哦，到我出手的时候了。你听着，绝不能让灰姑娘参加舞会。哎呀，那个人好讨厌，我们要来不及了。波比，你还不动手？是，老大。老大，我没弹药了。波比，是你进钟的时候了。啊，进钟？进什么钟啊？哎呦！
哎呀，这回完蛋了，追不上他了。我有办法提高车的速度。啊？南瓜车的外形不是流线型，所以受到风的阻力比较大，无法进一步提高运动的速度。流线型是指前圆后尖，表面光滑，略像水滴的形状。具有这种形状的物体，在运动时受到的阻力是最小的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爷爷的秘籍里面就有这样的车子，拆下。啊，就是它，茄子车，超级拼装。王子殿下，太阳落山了，舞会可以开始了。嗯，好吧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！吉吉豹，你这次输定了。去啊！啊！王子殿下笑了，王子殿下笑了。啊！尊贵的客人，请出来吧。啊！我现在宣布，如果谁能穿上这只水晶鞋，我就娶谁做我的妻子。你干嘛干嘛呀？这双水晶鞋是你借给灰姑娘的，你一定能穿上。把你的脚踩肿了，你就不能穿上水晶鞋了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请你穿上鞋子吧，小心着凉。别跑，别跑！就是这样，在猪猪侠和菲菲的帮助下，可怜的灰姑娘终于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声音